変態さん。在这是不是最喜欢的歌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邦哥。有别以往以音乐与游戏画面或者 Teamwork 的游戏影片，这次的影片，是要来介绍台湾第一个CSS 捏他伺服器。什么是捏他伺服器呢？主要的游戏内容是任务式的。这首是 BOT， 不过有些 BOSS 血特别多，而且会一击毙命。不过，我想最近我也是伺服器有许多的指令，你可以用各种动漫角色的声音与大家互动，像是我很喜欢的心中百合的阿卡丽的嗨，阿基玛鲁哟。这种声音，还有里面还有各种像是冰果啊、电话病啊、就像娃娃机等的各种动漫都有在里面。那伺服器里面大家透过这种方式对话，呈现出非常欢乐的气氛。我想这种体验是非常少有，也是我特别制作一个。介绍一下的原因。那接下来就切回游戏里面的画面，让大家体验一下这感觉咯。あなたは変態です。
ここで死ぬ定めではないと。新聞か。そうだよ。新聞じゃなくて船のロヨです。イカ娘投げそう。新聞じゃなくて船のロヨです。私はムスカ大佐だ。私はムスカ大佐だ。やらないか。嘘だ。嘘。三分間待ってやる。三分くらいでお願いします。三分間待ってやる。五秒で戻りますので。はーい。印象操作ね。ねえ。大丈夫だ。問題ない。ねえ。だ大丈夫だ。問題ない。Yeah!
那其实除了装炸弹的之外，还有解人质的模式。那是不是主我花非常时间，花非常多时间在建立一个台湾第一个捏他伺服器，这是台湾很少见的。那也受过非常多的失败。那希望大家看了之后能够有机会能够进来跟大家玩一下。那详细的伺服器的说明会在以下连接。那这次影片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。